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哪里？哎，小马船长，这里是哪里？现前位置是中营外。中营外啊，今天要来钓那个安哥利亚，国语叫做红高丽鱼啊，我没有钓过，好像是南部的特产。然后今天准备的装备是核心钓具的魔龙、天雅竿、电卷啊 ，MD3000 诱饵龙，然后倒钓钓组。然后钩子尽量用比较小钩一点，大概是11号。完事还有带一点那个背刺啊，那个虾子才不会掉或者虾人。今天用的铅是6两的，6两铅啊，因为没有什么流速。如果流速再大一点，大概就用到8两，不会再更大了。不然这样整路这样浪手还蛮快没有力的。今天用的是深牌南极虾，深牌的野生火烧虾虾人啊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。没关系，不要拍太近，不然他每次过来我都钓到刺菇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你买你卖个鬼来，但我都钓到了。大概盖船拢钓到刺菇，卖个鬼来了，卖鬼了。慢一点，稍微慢一点。你是大刺，要速度慢一点。我知道，我很慢的，我还有啊干。因为我这线只有3号而已，你多爱去短呗。线，我人家苦叫。放松一点，送到大鱼，这线要放松了，要不然。这只安哥利亚应该很大哦。这个应该不是安哥利亚。哎，你那个应该是短呗小龙啊。啊，是啊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。因为我刚八卦，我已经调很松了。你还要再松到它涨，让它困住。要消底，应该断掉了。断掉了。这个线3号断了。脱钩。没有。脱钩。等一下，让它，就是让它可以让它停住了。嗯。又是低尾的草鱼，又是最大尾。哦，现在来了啊、哦。动起来，这边应该好。这边应该。嗯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位船长，大爷的红鱼点，第一尾就震撼教育了。花生，哎，你们这边花生价钱很好。中的几斤？你们这边花生价钱很好，450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这么贵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边这么贵。我们那边是没那么高，对不对？没那么高，然后鱼又很多，花生超多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对，我那只可能是花生。对。花生的米数大概是30以内，30。你如果要钓做最多花生的，对，你大概要抓在是没有20，20内，20对，花生在浅区。那边20几米花生，对啊，20几米那边，在浅区就太小只了，是哦，真的太细了。那三号我这傻眼。我觉得你要绑6号，6号派出啦，不会啦，底区鱼不会挑线啦，我没骗你啊，这是红鱼，不会挑线啦，你就把我就讲，你把那个间距拉长一点就好了，吸卡拉长一点就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因为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没关系，那没关系，主要是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出线会不会挑线，是不是如你讲的。会挑线的鱼，你懂意思吗？嗯。如果没有，你就是以出为主。我觉得，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怕遇到，突然间遇到那种大的，就对，你会隐恨呢、啊。卡罗啊！有吗？石鲈。送你去。送鱼啊，看是不是目标鱼。希望是目标鱼。对。
小凤仔绿色还很可以。嗯，这水色左还会移啊。等一下，我看太阳出来的角度就会更好。目标鱼，哎呦，目标鱼、啊，漂亮漂亮，目标鱼，对呀、啊，这个算中大型的，嗯，中了，还有比这更大的，等一下会越钓越大，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，三只了啦，你们几只啦？一只还敢在我们面前钓鱼，啊，还不赶快离开？打我！啊！我刚才跑一只大只的呢。对，我那只没有上来。那我才要盖手机啊。对。哦，你只我盖错的呢，你只一出山呢。出袂见咯。哎呀。无啦，恁三毛蛋钓用啦。嗯。三毛蛋钓用，所以恁从那里漂回来是正常的啦。没有，那个鱼竿留久留久。对啊。哎。马进啊，你有 Q 安无 Q 安？阮正来钓无啊？马进啊！哦，这青青的什么鱼哦？这大只。大只青人啊。黄色的是那个银鳞啊，黄尾的有没有？哦，下面是比较黄的，它腹部啊，不一样哦，跟那对，跟你刚才那个不一样。你红鱼的话，它全身都是红的。哦，了解。那一样都是红色的，结果不一样的品种。两种，哎，这两种不同。嗯。所以它两种，如果肉质来讲呢？嗯，肉质都差不多啦。都差不多呀。但是银鳞啊，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哦，了解。400磅，七八磅的，这个比较大，七八磅，还有点，等一下500磅就出来，不快的啦，这两只距离呢，快吧，啊，放钓钓钓了，画面钓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我讲话你，然后接过来也无钓，这个没动就是要再换一个，这边要折掉。你们这边虾人比较强，还是蓝鱼虾比较强？哦，你是用虾人钓到的。可以用温台的野生火烧虾仁去购买。嗯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听起来很厉害啊、哦！来气控买，看我厉害吧。果然有差了。会带跟不会带就有差了。哦，花生，花生的哦，还不一样的鱼，哎，美败哦。回去那，这边的花生价钱就是吓死人的高了。就是价钱算不错。对啊，吓死人的高。吓死人的。吓死人这种。五斤搞不好水质也有差。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。嗯，像我们那边定距网啊，你要钓花生也很容易钓嘛，整咖的定距网香山。我那边花生一堆哦，钓到都怕了，会怕。而且价钱不高啊，一。我们这边不一样啊，我们这边花生是算珍贵的。嗯。我带很多客人出来，他都。指定想要钓花生，我跟他讲说这个没有一定，但是你又有人带你就有机会了。嗯，五百磅的啦，这大。再讲的大概在500。可以。高单价就是没什么量。对，这个就是可以卖到500。高单价的鱼如果有量的话，大家都不用上班了。钓这个就好了，就是因为没有量才物以稀为贵啊。嗯。哎呦，我那袂笨啊，卖个卖讲脱钩，我会傻眼呢。没有用中距嘛？嗯。不要用全距啊。哦，还好还在。中速就好。哎呦，快无啦！四百五。有快无啦？500的400，哎呦，我这嘛有呢哈。哎呀。钓鱼都唔知啦。嗯。那个钓唔知。钓鱼
改一下钓组就加了。无啊，搁低个啊。哎呀，哦哦哦，你看嘛，你看嘛一个，你有看一个，你有看得到吗？你有看过布无？你有看一块布无？哈哈，细只钓，钓鱼啊，那什么鱼？哦，要开始能够好炖一下。安哥利亚，我阿苗哦，我的哦，啊，真正回心啦，嗯，有快吗？哎，这稀有呢，这稀有呢，你钓钓一竿，搁钓无两只嘞。OK 是无可能啦。我话讲，啊，你捌搞过这啥物鱼无？啊，会抖，现在又不抖了。哦，还在还在，吓死我啦！物以稀为贵呢。阿内，一直咧破啦，哪里小鱼手丢棍啊？我看是吃黑鳞还是吃蓝鳞？果然吃，不是虾仁。对，吃虾仁。对 ，Angler。可以啊，其实我蛮在这板头剩下面可以大只，下面可以小只，我没有概念，这种鱼我没有概念。我只知道起来的鱼都已经补气球了。水鸭，对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呀，有快吧？啊，那大只很大只，对啊，哦，这真要大只，嗯，可能四只鸡喽，差不多四只就有一斤了啦，这个就是公鱼，那五彩鱼。不快不，都爱钓啦！唔是这种头工点料的，钓三只，搁甲弹过去的啦！哈哈，这是钓三只啊！够了，我这真正钓鱼呢！不快不？哦，这唔才会跳，你这三只扭开，定空空！啊！电空空，有中了，水哦！加了哦，开始加了哦。安哥里哥，哎呦喂呀！哦，这只船啊，嘎嘎嘎啦！对啊。哦哦哦，你看，搁钓了，有看无？啊，搁落去哦。啊，搁落去啦，搁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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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在后边。嘿啊，在后边去啊。哦哟，这么大只啊！哦，哦，这只也是大只的。哦，这只真的大。刚刚我可能这只没吃到了，跑过来后面了。没吃中。嗯，我也是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中了。会抖就是中鱼了。哇，现在这种会行啊！哎呀，不是呢，哦。安格里格，这种安格里格，它的鱼应该是躲在沙子里面吧？是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，它整只应该是藏在泥地吧？对，冲出来，那就跟沙梭的习性一样哦。那这样讲的话，钓这种鱼要钓蛮拖的。对，啊，不然我看我几乎都是最下钩中。
所以这种钓图应该要以北部的钓图钓那种用拖的，拖的方式会。对。所以我后来才改良那种两段式的，复合式的。上面是倒钓，下面是上钩。吃很贴啊，就是要牵下去敲，让它有声音，鱼就会看到，听到声音就冲出来看，哎、欸，有饵，它就吃走了。就是这种钓法。上面是钓的。中了。中了哦，是哦。你有抓到诀窍了哈，类似有点微拖又微敲啊，不能全程一直敲啊，那一敲它也不吃，因为这种鱼应该算胆小，你敲越大力它又越不敢吃。哎呦，对，但是我是吃下钩，所以不太准的，因为我下钩有时候钩篮机下也是吃啊，也会吃吗？也会吃。应该是说没那么大量啊，如果大量的话，其实应该是说南极虾虾肉都会吃啊，只是说你的不要说一下水又没多久它就糊掉了，那个都至于不至于不会吃。因为这种红鱼东西，它这样吃，它蛮稀的。对，蛮稀的啊。太肥了，而且它不散。嗯。它不是鱼系。对。就是因为稀嘛，所以价钱才会高。这种鱼好像是只有南部才有，高雄以南啊，应该是。中部没有。中部没有。对，这个好像要高雄以南才有这种。台南那边还。才有这种安格利格的东西。中了。是哦。哎，不错哦，鲨鱼开始来了哈。抓到诀窍，要有一种微敲啊。对啊，微敲的感觉没错。不能敲太大力。嗯。有钓鱼天分就是不一样。哦，没有啊，这骗吃骗喝的。哈哈哈。你说我在客人哦，怎么敲他都不钓不到的。没有啦，那真的是讲实在的，这个钓鱼还是三分靠努力，七分靠运气啊。没有错啊，没有错、啊，运气助人重要，但是你也要一巧二色。哎呦，能吃！对，这边的敲点应该几乎都大部分都针对这种东西哦。这种，重。哎呦，赶快呢哈！是哦，两边拢钓鱼哦，中了，杆子会抖，第一抓，第一抓来的第一抓。应该是有中鱼的。我要放线吗？我是不是要放？好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安格利哥。下去马上中啦！哦，这还得了？就中了是不是，对啊，一下去就中，一到底就中了，对，对，刚好，人吃脆水啊，啊，鱼吃老水啦，安尼就对了啦，啊，那个一敲到底那种就拉上去就是土，我一敲到底，我想要收一下，哎、欸。中鱼了，这样就中鱼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可以哟、哦，大鹏鱼哦，哇，漂亮漂亮，是哟，这么漂亮的呢哈，可以。哦，体型不错嘞，对呀，这腰的广阔。哦，几百米的，我现在距离
如来大。现在还好。哦，小还可以而已啦。看你看起码我啊，看。哎呦喂，姐姐三明治嘛钓鱼啊。钓鱼啊！食顶管，食顶管的咯。食个塔起来哦，食个塔起来哦。三米。我们在这个定义最大只。对对吧？你。啊，都应该有概念了吧？那个五百磅那个就是大的啊。那已经最大了吗？算蛮大的吧。还有紧绷的，问题是那个少啊。搞不好这一只，搞不好这一只就是咯、嗯，没有那个感觉。看有没有机会的。看我现在把它跨着，连拿都不拿，随便它吃，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对，随便它吃。哎呦，真的不小嘞，看来这顶。哇！啊，不是上来山，去野山。勾到谁的？我把外脚顶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又勾到我的线。哎呦，我下回去人家保镖，人家保镖，人家保镖。我们 never got that far, making out in my broke down car, tries to change me, I was too far gone. 好了，今天的钓友结束啦。哎呀，但是这样钓下去还是蛮有量的，可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鱼获啊，还不错啦。大大小小的不多啊，但是还蛮不错的。那这些啊，这些量啊，因为钓的时间没有很长啊，因为我们赶着要去吃饭，因为想要去吃一些这边的在地美食啊，哈、哦，再介绍给各位看一下啊、哦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哎呀，阿红船长晕船了，哈哈哈。哎呀嘞，阿不讲不讲。来试一下阿婆的花桂，小猪盖小的才不要。哇，花粉正来吃花桂。诶，海公你来吃，阿婆爱桂。花桂，带你哦。我们吃阿婆的桂，嗯，对哦。Never got that far, making out in my broke down car.